好，让我们开始愉快的送苹果吧。啊，哎呦我去！我感觉背身上肯定会把它背变形了，出去有点害怕。钱包是没带吗？不是，都没东西。这尼玛骚，我操！二次，让我进去。大哥，大表，下。哦，好多交警，贼尼玛恐怖。二次。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圣诞快乐啊！这一批，不要拍我，啊！马路牙子冲呀！走呀，兄弟啊，走啊，走！车的呢？今天是平安夜呀，兄弟，平安夜不应该堵车呀，这些人真的是恐怖。哎，我操！我他妈是要去送苹果的，竟然让我堵在这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好，摩托车的优势开始发挥出来了啊！哎，要买。看，要，哎，结束，好。嘿嘿嘿嘿嘿，哎，我操！丢 ，OK， 再丢一个，丢那个他那个门角落里了啊。堵成这逼样了，真他妈恐怖！平安夜快乐！平安夜快乐！来，谢谢。还有这个，谢谢。还有这个，好，谢谢。这是自己做的贺卡，哎，谢谢呀，拜拜。哎呦，晨晨，哎呦，然后我们开始去下一个目的地，回馈一个小橙子，感觉血赚，我操，感觉血赚有没有？然后呢，他是说要跟我一起去送礼物，然后我把我前面约好的三份吧送了一份，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姑娘她是要回泰州了，所以说就没法送了，她那个就不给，然后我把她预定的那个什么那个鹿，小鹿的啪啪枪给第一个送的那个女的了，真的是恐怖，哎。好，你先待会儿啊，待会儿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好，你先下来。
前方请在地面虚线处掉头。我知道在地面虚线处掉头，兄弟，不要催我。我特意装在上面，图好玩，哎，脚好看啊！这个脚被我弄坏了，我本来戴那个插那个头盔上面，然后我低估了它的柔软程度，还有，你要吧？我不要。对，我就知道，哎，惨遭嫌弃，我把它塞进去。那就是刚才在路上被弄开了。我好像平常也就去过大润发那边，哦，也跑不到那边。你先围着吧，待会儿你不是还得用吗？手套塞进包里。我感觉可以给个小朋友，我们要不要给个小朋友？小朋友说，妈妈说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。这个。认识了你吗？这是干嘛？哎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哎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哎，又把你当坏人。平安夜快乐啊！谢谢，不客气，谢谢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谢谢叔叔。哎呦，这个袋袋哦，好，送出去一份。你袋子，本来我准备用这个袋子拿的，但是这里面是什么呢？这里面有啪啪圈，你要不要？要啊，背在身上。你不要吗？要啊。然后还有四个吧，好像我上次送给一个，送给我侄子了。这个小鹿不能给你，这个小鹿是那的。来，手指。你要哪个？圣诞老人还有一个树。为什么小鹿不能给我？小鹿内定了呀。小鹿是给谁的？小鹿人家先定好了，因为我那会儿发了个图嘛。圣诞吗？因为有两个小鹿啊，这个还好。还你拿个圣诞老人吧。怎么来然后还现在还有两个。怎么弄来的这个？就这个。轻点啊，看得挺疼的。啪的一声脆响。啊、OK。抖音爆款，了解一下。要不要给？我妈真的会把我赶出去的呀！哎，这边有一个小朋友。录吧。哎，小朋友，送你一个苹果啊。谢谢。好，让我带了几份啊？那边就没什么人了，就这边人多一点，就是门口嘛。哦，这个好好看，我要拍照。哦。然后那边人就少。干嘛呀？就是小情侣。OK， 有对象怕什么？我只是送苹果呀。这样不好。六个，这两个我们这两个送一下吧。可以的，把你贺卡送出去了。哎，妹子，妹子，来。姐姐。平安夜快乐。送苹果了。啊，他。来。送苹果，我帮他送，这是他的贺卡。就送苹果啊！祝你们平安夜快乐！谢谢，好，谢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谢谢。好嘞，好嘞。拜拜。告辞。这个一定要录进去，反应太可爱了。哎，然后现在还剩两份是吧？让我摸一下啊。我要把我自己的可能搞出去啊，我要慎重一点。哎呦，我操！这个塞包里果然会压扁了。饿了吗，小哥送一个。啊。扣一下。
平安夜快乐。送你一个苹果啊，谢谢你今天送这个，辛苦了。啊，加油啊！哈哈哈哈哈哈。然后还有三个呀。还有三个，那就好好找了。那还剩最后一个。好看的人，我把他打下，打到下午去。我觉得你蛮好看的，但是我已经绝对送给你了。为什么又有小朋友了？我不想送小朋友呀。哎，准备的还是有点少，本来是准备20份的，不好拿，你知道吧？你这个已经很重了，要不减掉不行的呀。这里人也多的。我操！明显不够送了呀，你看这三个都挺漂亮的，但是啊，他们不冷吗？他们这里面是肉色打底扣松点。嗯，果然。腿都需要冷藏。三个人可以一个就够了。你这个好像有点多啊。没事，多反正有些人不需要。我本来准备留我那个哔哩哔哩账号的，但是。哎，你要不要吃冰糖葫芦啊？啊？吃，一二三。但我不知道他这边能不能危险啊。我这边轻装。我没带现金。你给我换一个冰糖葫芦。人家不会，人家不会这么傻啊。可不可以微信的？哦，可以的，拿两个。微信支付宝都可以。帮我拿一个啊。你也要吃啊？嗯，我肯定也要吃了。馋的。这不是女孩子吃的吗？我也喜欢吃。你说干光女孩子吃啊？多少钱？不能吃，10块钱两个。嗯，不贵。依依奶奶是吧？对对对。好嘞，到了啊。哎呀，都差不多了。重新挑一个。0.10元。这个。哎。这好一点，这给你。哎，这怎么好意思？两个男孩子。特意放，塞的。去后面啊。嗯，那咱们现在往哪边走啊？不明的方向。哦，还有两个啪啪圈要送的。那你就单独送啊，就不要了。哦，刚才那这样多到一个啪啪圈了没？啊，看我吗？刘布，哎，来来来，平安夜快乐。嗯，这是要干嘛？就随机送的。啊，对的啊。来，谢谢。我们单身谢谢。然后正好，哎，一人一个啪啪圈，哎。谢谢。好。谢谢告辞。真的，像我同学。好了，送完了。嗯，我叫他别过来了。武林怪兽看过没有？没有。最近就看看吗？那看看谁演的。7:40也不行，肯定不行。天气预报，几分？听起来就行。7:00，哎。你竟然要看叶问？你不想看吗？我随意。8点。现在去正好。哎，刚刚好啊。在哪边待？结束。8点没夜班性，2个小时，10点钟了。中南 UME。选座。选哪边座位啊？我操，没有人，有人不是没有人，我是说没有位置，位置要不要这么买啊？确认选座，叫你不要把那个位置空下来，一定要挨着坐。为什么？我不想挨着坐。因为他这样，那个单落下来的他就不好卖了呀，谁愿意坐不认识的人中间呀？一个人。要不要吃什么？不要。确定？我确定，晚上吃他就会胖的。
还有四分钟，赶紧吧，稍微坐一点，哎，是。好，后面坐点。来，进来，进来。来，张哥。电影看完了，准备溜溜球。女粉，这位是啊，也不算女粉，假的女粉。会不会太像你现在一点？贴个大盒子、观音啊什么的。哎，这个没意思。他们还贴过那个。这个太少女心了，这是招财猫吧？嗯，算是招财猫。你要招财干什么？招福猫，招福猫。待会儿我先下去啊。不要慌，我先下去，我先下去。哦，马路牙子，好，上车。这样，脚蹬在上面了吧？是要右转，没法直行。摄像头一般都是针对汽车前面的拍照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摩托车很少拍照。我今年开了一年，12分全在。上次扣分是当场被警察抓到，扣了我3分。平常那是抓不到的。放心，我不知道你住几楼，我不知道你住几栋。视频啊，今天怎么那么多小狗啊，小青鱼。不去。苹果还没拿呢。啊？哦，苹果，对对对，苹果还没拿，待会儿啊。苹果，哎，苹果。好好剪啊，好好剪，就不要录了啊。放心，该录的还是得录。要不你发的钱发给我，审核一下。那个文件太大了吧？剪完都是，今天录了好长一段。是这个吧？你是不是还塞在那个包里了呢？对啊，我吃掉了一个啊。对，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。好嘞。
照片呢？照片也在前面那个。照片你在哪边了？最前面那个，因为看到眼的时候我就在那。照片。摘下来。照片。拿去吧。不然你要给谁？对，有道理。给你留两张。我不用，我照片有，你全拿去吧。这是人生风景照，值得你珍藏。这张没有什么。对，这张是溧阳一号公路啊。我都一直想去来着。好了。彩虹路啊，一级棒。东西都拿好了。好嘞。车也坐了，电影也看了。好嘞。我走了啊。好嘞。你路上小心点啊。不要开太快，刚才有段路你开的还挺快的。你不是说想体验一下这个速度与激情吗？体验啊，但是安全最重要呀。对，不错。对对，我慢点开。你上去吧。给我发个消息啊。好嘞，好，我可能到家有点晚。没事的。你先上去吧，你上去吧。行。我还是原路返回。我想要怎么说啊？前面不能左转，它单行道，前面那个路口不能左转。我放心，我还是原路返回。我还是原路返回，我从这边掉头。这边。你认识吗？绕来绕去的，不就有一条路，就是你这边右转，往下一点点，再左转。那我从前面走吧，我待会儿开着导航，导航知道。这边不能左转啊！啊、哦，要扣分的，这边有上子的。没事，他拍不到我，他拍不到我的牌照的呀，没牌照就是这么狂。剩余电量90%。塞得下吧，要不塞包里啊。来，你转过来。本来那个打车的，但骑的朋友我又不能那个吧，我给他扔了。操，你们吃个饭吃到现在呢啊！死人嘛，脑子有病。哎呦，喝的不少，没皮。嘿嘿嘿嘿嘿嘿。吃他妈头晕。你住离这儿不远吧？五州。哦，待会儿骑慢点啊。等，你东西来先拿着。哎呦，撞脑袋了。你挺能跑呀。刚跑完，哎，趁着没有交警，你这玩意儿怎么拧不动啊？哎呦我去。OK。谢谢。来塞包里吧你。小鹿，不是你都不那个的吗？不累的吗？送一天。没有，我下午5点钟才出门的。谢谢。来。然后送到现在吗？啊。看个电影。然后正好和朋友一起看个电影，怪好看的嘞。今天本来想早点下班，然后一会儿去干点嘛的，脑子有病吗？下班到现在，吃个饭到现在。钥匙我给你了。给你了吧。啊。要我跟着你走一下吗？我看你这个喝的不少，你在前面走吧。只要能骑车出来我就能骑车到家。你从哪儿走？你从哪儿走啊？我去，就是去到俱乐部那个位置。嗯，我也走俱乐部那个位置，我从那儿上高架。我走人民中路啊。你住哪儿啊？我们不会进的吗？交警下班了，真的可以为所欲为，你知道吧？
啊？上官燕从哪上啊？就从那边江海大道那边啊，他那边。啊，应该是往那边的，我反正跟着导航走。你住哪儿啊？我操，住俱乐部旁边，你叫我到南大街过来啊？顺路回去吗？好嘞，好嘞，你走，你走。拜拜，你能走吧？不能走，车丢这边，我载你一程啊。我早上还骑车上班，我这边过去也没多远啊，明天坐公交车。上班坐公交一个多小时，骑自行车快一点。那你明天再过来推公交，推电瓶车不就好了吗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好嘞。走了。啊。哦，死鬼！兄弟啊，你他妈，你这么走的？你这么走的？你刚才闯红灯了呀？啊？我操！你这个你不能是因为你是电瓶车你就瞎搞呀？啊，我还是在后面跟着你吧，你走你走。啊？你走机动车道啊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我怕你待会儿喝多了，我操，下下。这个人真的是可怕，酒喝多了，待会儿刚才还闯了个红灯，你刚才不会是一路红灯闯过来的吧？你骑车是真的。晚上交警下班了没事，查到了反正就有三分嘛，三分200块，这个倒无所谓。为了一期视频值了。从哪走啊？我还要往前，你从哪儿走啊？你左拐弯了。你不需要我护送你一路吧？看我到哪儿家我护送你吧。哎呦，要是骑摩托车我也买摩托车。买呀。不能骑呀，买了。你这个是有点尴尬，市区里面还是白天抓的严得不得了，而且最近还特别严，铁骑都出来了。对啊，你竟然还在那个群里。哎呦，平常我们在里面说话你都有数的吧？对，很少正好然后看到了你发的，然后一点就走。要不去拍一张？不行，我得跟在你后面。你别跟我说话，我戴着头盔，我听不清。滴滴，啊？从哪跑高架？我不知道，我先跟完你跑完了我再说吧。你说我叫。对呀、啊，拐你不是喝大了吗？你走你的呀，你拐啊，对啊，我没事儿，你走吧，走走走走走，我没事儿。哎呦，你这个样子，哎，真的是可怕。你待会儿再闯个红灯，正好有车一撞，啪，好，完了，这个叫什么？花季的，哎，花季少女。机动车道。没事没事。你可以走机动车道，我感觉你跟着老憋屈的。没事，你走你的，你不用管我。啥？我听不清啊。还行。
屁啊，兄弟！挥霍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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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今天喝的什么酒啊？鸡油。几瓶？啊？喝了几瓶？哎呦我操！冷静啊，红灯啊！对，这个路线有点长，你还是老老实实等绿灯，不要抢，不要骑。你那个盒子是最后一个了，所以说压的有点变形，嗯，啊，当然苹果不是重点，你的重点是那个小鹿啪啪圈。抖音爆款，抖音爆款，我今天全送完，我今天跑中南那边去送，人家一脸懵逼，搞得我很尴尬，我突然喊人家，平安夜快乐，让手一伸，一个苹果，哎呦我操，今天准备的有点少，俱乐部一下就干去了三个吧，圣诞节礼物我就不搞了，我明天要开始上班了。现在都十点五十了，我到家估计十二点了。随便你啊，反正我也不会结婚了，他说还要出去是吗？不出去了，就在南通本地这边，就是人家家里装修，不去外地，都快一个月，快要过年了，而且答应过人家了。我也挺好的，哎，出去还出不去。哎呦，你这个老老实实在这边待着吧啊。这个红灯是不是有鬼啊？哦，绿了，走吧。不冷啊，有什么冷的，我甚至还感觉有点热，我今天又多此一举贴了一个暖宝宝。 Oh, school